Hello， 大家好，继续出一啲微影，而家终于嚟到微影摩天楼啊，向住呢个世界巅峰嘅终极挑战。咁相信应该都系啲劲嘢嚟啦。挑战塔嘅设计啊，呢个系。其实对呢度咧唔系好兴趣，为咗得到呢个电刺先生嘅签名啦。但每次见到佢之前就输咗啦。由于北极嘅人咧有时咧话唔定咧会遇到啲奇怪嘅事啊，呢度咧系冇几耐之前嘅一个怪塔嚟。吓、讲完噶啦。呢度嘅管主咧，同你使用嘅实力相近嘅精灵啊，同一般嘅精灵唔同。但系咧，同呢个嘅战斗塔呢个嘅对战开拓区嘅规则都唔一样，真系特别。好啦，我都惊唔够打，其实。啊，唔好意思，因为咧关东地区嘅 van 咧同埋小茂咧冇办法参赛啊，正式推迟。吓、啊，咁即系点啊？推迟？忽然有啲咩需要啊？哦，买嘢嘅哦，咁。点样啦？而家好啱啱睇翻之前条片咧，咁佢就有提到咧喺呢个103号道路嘅变化洞穴啦。好，咁睇嚟会喺呢度揾到啊小瑶佢哋。OK， 喺边度咧？诶，喺度啦。好，哎，真系你啊！我唔系发紧梦啊嘛。好啊，太担心死我啦，仲以为咧你唔会再醒。吓、啊，你话你离场战斗啊？好啊。但你啱啱醒咗咩？净系因为咁啊，所以要活动啊，真系似你作风啊！好啦，成个小字咁啊嘛，地震，哇，十万伏特啊！火马啦呢度，然后踩佢，好巨沼怪 ，OK， 二 B 背，斩佢，好火鸡。巨剑蟹啦，潜水好嘢，哇佢替身啊，守护替身加速特性，可能系接力棒咁，诶都 OK， 再用岩石，唔做算，换火马，呢度踩佢，好啦，踩佢。企喺度用火先啱，因为我以为佢会转重，原来唔会。好，应该佢会保护嘅，照踩啦，系啦，佢会保护。得，搞掂，再踩多下 OK 啦。跳啊，好，搞掂。实力咧已经完全恢复晒，太好啦！强大实力一啲都冇变啊，不愧系你啊！如果我好似你咁强就好啦，或者咁样我或者可以，冇嘢啦。之前呢阿克罗马博士我搵个羽毛已经搵到啦，不过其实呢係佢搵我多啲㗎。我发梦嘅时候呢见到克罗塞丽雅呢个嘅美梦神。虽然呢佢发现我之后呢就离开咗，但係留低咗一条羽毛啊，我執咗起嚟啦，以为呢一场梦嚟嘅，但係醒嚟嘅时候居然喺我手度啊，就係呢样啦。好。好靓嘅羽毛啊，请你咧帮我交俾佢啦，我仲喺度研究啊。小光，我记得佢好似去咗橙华嘅森林度啊。嗰日嚟咧，好似咧一直都联系唔到啊，最好搵一搵佢啊。但系佢冇事。橙华森林，揿错。橙华森林应该呢度啊。系啦，橙华森林就喺呢一度嘅左边。不过咁好多虫嗰个森林度啦。好。呢度应该冇啦，哇！喷雾消失，土狼犬，好，唔通喺呢度？呢度冇，呢度好似系神兽嗰啲位嚟嘅，死啦！要劈树啊！只掌唔识学，好，而家就可以劈树啊！打只佐罗亚出嚟劈树，好。咁头先我见到有间屋仔，应该系呢间系嘛？心之羊管啊，又系呢啲嘢，咁睇嚟系要解成搞开呢个迷宫，然后就去入口啊，即系去另一间房。好，呢度啊，好啦，有另一条路，见到啦，喺入面，好啦。冰眼感觉同之前嘅小哥唔同，睇嚟佢俾人控制住啊。好，
混雀，之后要转重啦。转咗边只好呢？哎呀，冇带岩石嗰啲，快启波龙啦！哇，用龙技去，龙星群神鸟，系咪龙嘅飞行技先啱？好啦，起死回生唔了，巨龙花，真系谷草叶嗰只嘢啦，大力恶呢部啦，斩佢，应该有冰噶啦佢，咦冇冰，冇冰啊居然，因为通常呢个鳄鱼我都会配招呢个嘅冰牙俾佢嘅，因为我觉得几有用。闪电拳，嚟多个，好，沙奈朵，沙奈朵，好，烈焰马，踩佢。OK， 点啊？我咩事啊？发生？我做咗啲咩啊？唔好意思啊，头先咧意识好似有啲模糊啊，而且把声咧听嚟都好遥远啊，可能咧俾呢度嘅鬼精灵催眠啦，但好似又唔系咁。首先发咗噩梦啊，嗰啲内容咧已经唔系好记得啦，似乎咧感觉到咧冇保护到自由嗰种咧悔恨嘅心情啊，而又见到一条黑色嘅羽毛啊，呢个感觉仲有啊，话唔定呢条羽毛就喺附近，但我要去精灵中心啦，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太弱小啊，如果好似你咁强大好啦，你咁强大一定冇事。再会啦，黑色羽毛应该恶梦神啊嘛。好，睇嚟之后会可以入去嗰个中间嗰嚿嘢度，咁就可以捉呢个恶梦神啦。其实可能系因为主角实在太强大啊，所有嘅劲敌都非常之羡慕去崇拜佢之类啦。咁之后就变咗憎恨定点啊？咦，呢度有条路啦，开咗条路出嚟。好，我哋迟啲先啦，似乎唔系主要剧情。有机会我自己再行啦，呢开翻到嚟啦，研究所。我需要喺三日月之余咧嚟投射啊。咦，咪攞咗咯？吓，我唔系攞咗啦咩？头先攞咗噶我。系咯，三日月之夜之余嘛，俾边个啊？要你啊？请帮我问一问小圆同小光嘅线索。吓，唔通要入去头先嗰个嘅羊管道啊？好，嚟到头先嗰个位，咁应该就要行呢一条路嘅，如果冇错。因为阿博士，我明明攞咗条羽毛嘅，但系佢都系话我冇攞到，所以我哋要行呢条路。呢个地方居然会有电路，平时有人嚟嘅咩？唔通？诶？里面有一条黑暗气息的羽毛，月食之羽。哦，鬼灯原来63呢 ,50 呢，杀咗呢嘢。原来就是这样，因为他呢就控制了小光啊。我做恶梦神定乜鬼嘢添。好，咁而家应该真係可以过去梦研究所啦。好，喂博士点搞啊？我已经找到啊呢一个羽毛，做得好好啊。咁我即刻咧尝试启动呢个装置，等一等咧，机器完呢个演算中，演算完毕，我可以前往世界。哦，好啊，终于得咗啦！以后咧，你通过嗰个床咧休息一下咧，咁装置就会开始引导你嘅意识啊，进入嗰个选择世界嘅匣间啊。OK， 准备好就立即现身啦，去阻止盖奇斯同埋幕后黑手佢哋嘅阴谋。好。盖奇斯就是银罗团大佬啦，咁下面呢个阿克罗马亦都系曾经帮过盖奇斯嘅。好，世界客房之后去边度啊？好，蓝色应该去唔到啦，系嘛？咁即系要去绿色，因为头先佢系话呢一个字噶嘛。好，撒旦系撒旦呢个度，系啊撒旦，我果然最后都系同你一起嚟啊！冇咗车啊！大人咧，银罗团乜嘢都唔系啊！撒旦，撒旦应该系，你应该咧越嚟越发现呢一点啦。冇错，无论系银罗团嘅梦想，定系嗰个全新嘅世界呢一样嘢咧，只有车啊大人先可以做到嘅。总之啊，虽然你哋话车啊大人喺呢个反转世界啊，而且咧终于揾到入口入咗呢度啊，但系连呢个方向都揾唔到嘅地方啊，边度揾佢啊？亦都系嘅，呢个世界咧，你遇上比较奇异啊，空间支离破碎。我翻咧都冇时间喺度流动紧啊，真系难以上最赤日大喺边喺点样留喺呢一度嘅。好，一件事开始啊，好似撒旦咁一样讲啲冇用嘅说话啊。或者赤日大就喺唔系好远嘅地方咧，
一直揾我，一定会揾到嘅。未轮到你嚟教我，我哋继续揾啦。好，个男人想见到个世界合约，真系我哋想要见到噶。个极端嘅想法真系啱嘅，冇错，嗰就系我嘅选择。而你哋唔系冇放弃嘅选项啊，赤日大人啊。好啦，唔好意思啊，赤日大人，我可能你仲有啲动摇啊。我讲过啦，选择权喺你度，我需要创造冇心嘅完美世界。人可以唔受情绪啊蒙蔽，看清现实嘅世界。撒坦，如果你对呢个残缺嘅世界仍然有眷恋嘅话咧，咁留低你继续同呢一个残缺嘅世界一齐逃避完美咧，都无妨啊。我依然咧唔理解，但我仍然希望咧可以见到嗰个新世界。我睇嚟咧唔想等我嘅好奇失望啊。我不过系赤日大人啦，好一路跟随住你到而家咧，自然都唔会放弃嘅。好。好好，咁啊，一齐进入入口啦。另一个世界，除咗现实同埋反转世界，仲有其他噶。其他嘅平行世界系啊，我哋嘅世界咧，仲有平行世界。那个世界咧，将会成为新次元诞生嘅摇篮。好，阿赤，但你可以喺呢个世界度揾到方向，系啊，嗰份力量啊，喺呢个世界嘅主人咧，俾我一份赠礼啊，睇嚟系骑拉底纳啦。世界嘅法则系真正嘅完美，而心灵咧就会将其蒙蔽同埋扰乱。唯有创造冇心灵嘅新世界啊！银河团嘅计划咧，又再次咧拉开序幕。喺呢个时空支离破碎嘅真实黑暗之中啊，依然不知名之所，曾经嘅虚伪之光咧，亦都渐渐开始闪耀，定闪弱啊！死啦，睇唔清楚啦，先。点解过去成嘅靓仔啊？三日月嘅羽毛嘅能量咧，回复嘅速度越嚟越慢啊！而且咧，我积聚嘅能量亦都越嚟越少咧。我唔可以再等落去，呢、這个世界唔系全部世界嘅一切啊，都应该为我哋等你之团所有啊！唔可以俾嗰啲无人嘅平庸之人咧，好似理所当然咁继续咧占据落去、占有落去啊！我意思，但系我哋翻嚟啦，有冇我要嘅情报啊？银河团嘅人啊，暗之三围一睇，盖茨大人啊，有其他人嚟到呢个世界就话用嘅类似系我哋嘅装置啊。之后有可能是之前扰乱计划的图鉴拥有者其中几个的共魂者。哦，共魂者啊，居然可以解开到冰龙的观察力量啊。啊，罗马嗰条友果然有到攞返两道散手啊。才能呢比嗰啲人真係浪费啊。不过好啊，呢一个系送上本嘅大礼嚟㗎，同样呢二次投射到呢个世界呢，一定呢都会带住嗰条羽毛㗎。好，你们明白我嘅意思啦，就即刻行动啦，遵命。好啦，唔可以再等落去。如果再俾嗰啲有时间咧，哇，你又搞啲大头发出嚟啦！喂哦，艾格维斯大人，你应该咧同我一齐最耐噶啦，我谂你应该唔会俾我失望噶啦。当然我会全力以赴嘅，为咗发挥呢个最强之用嘅力量，无论几冻咧，我都唔会萎缩嘅。好，咁嗰度咧交俾你啦。然后再嚟盔甲人，我都要清楚啦。你俾我研究嘅事，我已经有进展啦。如果你可以再攞到一条三日月羽毛嘅话，咁我好確定啊，即是基因嘅之契啊，唔识读呢个又系破坏，用我嘅效果咧会依旧稳定啊，而且即使咧再加上一个亦都冇问题嘅，嗰种融合究竟可以有激发几大嘅潜能咧，我可以非常之期待噶。纯粹科学家咧都咁样对于未来嘅知识咧有住呢个纯粹嘅渴望啊，但如果咧唔用喺实现伟宏大嘅梦想上咧，我唔认为咧嗰个知识有几大嘅意义啊。你有你嘅想法，我先唔在乎啊。但如果你够胆咧阻我嘅计划嘅话咧，我唔会嘅。呢条路嘅前方咧会有啲咩未来，我好好奇嘅。哼，咁就好啦，好快就要将呢一切全部冻结啦。呢、這个世界就要归我哋所有啊，虚无嘅灵啊，食我追逐无限之梦嘅容器啊，所以将无限全部归纳己有嘅虚伪之光，同埋想要将全部重置为零嘅真实之暗。好，我嘅冒险咧即将被卷入两重嘅汹涌暗流之中。好，我又去咗边啊？啊，你都成功嚟到呢度啊？我系嘛？其实咧有两条羽毛嘅俾咗我，好啦，亦都投射到呢个世界。两个人行动咧好过一个人行动啦，系嘛？错落地区啊，个冻结我哋嘅家伙咧，应该就系潜伏呢个地区嘅附近啊，小心啲啊！哎，博士叫过我咧，佢已经修改咗你我嘅导航仪啊，我哋可以咧喺梦实验室嘅里面咧同我哋联系嘅。我哋最好平时咧多同阿博士咧汇报一下我哋当前嘅状况啦，佢应该咧会分析出有啲咩有用嘅。我一边行一边收集啦，一定要小心啊！又一齐哦，
梦元镇，哦，东雪镇，我唔知喎、啊，呢、這个系咪同之前差唔多咧？诶，点解会咁讲？科学力量太强，呢、這个应该又系小耀起身嗰、那个嗰间屋啊嘛？呢度咧，咦，有三张床咁，睇嚟又有多个入咗嚟，咩嚟噶咁？散发住奇异光芒嘅黑色晶石啊，似乎咧可以同其他晶石产生共鸣。咩啊？镜之湖。好啦，呢、這个咩人啊？银河团啊，唔系等离子团，系等离子团。环境事件已经俾我哋等离子团占领啦，我老老实咁走啊。唔系应该同佢打嘅咩？正常情况应该直接同佢打啊，跟住打完就，哎，我输咗啦，即刻让路啊嘛，唔系咩？启程之路。哇，46level，呢个应该就系二周目嘅离南啦，红莲之笔，好似系地震，哇咁都唔死，再嚟，好啦，依旧系凤神犬嘅，好，三围一睇，山，好抢走咗羽毛啊，点啊，想做啲屠戮嘅挣扎啊，你唔系觉得你啲忍者可以打赢我嘛？哇死啦死啦！俾佢咁样打落嚟，必死无疑。佢仲要咁太阳状态，好阴谋。得啦，死啦佢。阿布苏鲁最哇，我未转重啊，原来大镬啦金波。好，用火技先系一个明智嘅选择。好，要善用呢个太阳嘅效果啊。好，就玩完啦佢。又保护，搞掂，仲有只鬼盆在，一嘢殴落去死人啦！好啦，今日点啊？你赢咗带咧，唔关我哋事啊！任务已经完成啦，冇必要再同你纠缠落去啦，永别啦！多谢你嘅羽毛啊！咩啊？羽毛俾人偷走咗啊？嗰二次投影啊，点会仲维系住噶？因为冇人坚持太耐，快啲去攞翻啊！即系要有一条羽毛才可以继续在呢个世界度行啊嘛？点解咁都走唔甩噶？启暴龙嚟吓，62咧居然走唔甩。喺度此路不通。好，喷射火焰喺度。哇，佢啲咁嘅嘢都打到我只启暴龙咁嘅样，有冇搞错啊？仲公平嘅咩咁样？翻刺蛇，龙星粉啦咁就。应该够拖到时间啦，我哋喷喷下水，喷咗啦嘛，好。咦，头先系咪有精灵球喺度啊？咦，呢度似乎系神兽嘅捉，我咪唔好理佢啦。可能系捉嗰只嘅蟹仔啦，嗰只嘅珍珠钻石嗰只嘅火降嘅神兽啊！啊，我去咗边啊？臭泥，烧死！毒气箱子撞啊！哇，系有啲危机啊！跳一跳先，哇，又嚟同名，好在啫。而家要转一转重先，转只武黑鸟，佢好奸啊！系咁用嗰招嘅望同名 ，OK。只要佢唔用同名，咁我就可以散咗佢啦。好。绝望荒漠 ，OK， 沉默地下街。几度你知唔知呢个洞穴啦嘅形象啊，似边一种信号？好，马骝拉，双头龙，踩嘅，鼓舞士气。好啦，诶，三埋一睇，咩人啊？想要阻住啊盖奇斯坦嘅无知者啊？哈，无知嘅嘢系你哋先啱啊！我哋咧唔系特意阻住你哋嘅，只不过咧，你哋似乎咧攞住我想要嘅嘢。青龙中闪光咧用，单字石用黑魔，好啊，障眼法到我啦，毒妇哇，使用小偷偷咗佢个羽毛啦，打二字信，我哋嘅信心之石喺呢个世界居然冇办法使用啊！佢哋可以咧消失得无影无踪啊，但系我哋唔得啦，佢攞走咗嗰条黑色羽毛啊！而盖奇斯大人咧，只系吩咐我哋攞走另一条嘅羽毛。
坚毅今日任务本身你并冇受到阻碍，撤退啦。好，事情啊麻烦啦，我哋要追两个啦。等等，你话你身上有两条羽毛，冇可能噶。嗰两条羽毛啊，力量应该会彼此抵消，你可以唔使用羽毛嚟维系，就可以投射到呢个世界。我未听过喎。哦，如果按你所讲嘅话咧，羽毛被两个不同嘅组织嘅人咧夺取咗嘅话咧，咁两边一定会担心被对方嘅羽毛力量抵消嘅，彼此提防和敌啊嘛，和敌对啊。但系呢一个咧有助我哋将两股力量都阻止啊，请你务必担小心啊。好，等到好攰啊，银河团。好啦，唉，中咗最麻烦，大家都中状态。好。哈喽家踩呀、等这个动弹不得，哇不易打，一滴血反败为胜。我做冇先辈友，好吃埋我先辈先啦，好吃埋大药，好去啦，我心目的精灵一定要阻止这个人，阻止这个人，踩他踩他，转上复古踩佢 ，OK， 就有条友企喺度啦。我就感觉到有其他人喺度偷睇，原来系你啊？点啊？想攞翻羽毛啊？乜就发梦啦？唔使发梦，究竟你男定女嘅？个样都差唔多款嘅。地震呢、這个啊，好电击魔，唉，电击魔冇地重，冇地面技，咁叶依贝咧呢度有。剑舞急冻拳，大祸啦！草，我就估到大祸啦，呢度应该唔够佢快添，系唔够佢快。竟然要输，狂野迅雷 ，OK， 踩佢，有你啊！而家仲争两只火技，啊，争啲啊！冇啦，要输啦呢度。睇下死咗会翻去边先。好，古神阵即系翻翻嚟呢度啊！我改翻用翻我啲精灵先。我翻到嚟啦，而家即刻打翻去啦，冇理由会输嘅呢度。佢用火嘅话，即系佢系浮空状态，咁近身拳击啦，真系。但系都唔同啊，欺空。欺空的话它就会变成快啲，我简直最低速的跟它玩先。好，三五够晒低啦啩，肯定是我先出啦，哈哈哈哈，我用欺空又改翻，即系而家它是快过我的保护催眠。好啦，边个地震对我嚟讲冇用啦，地震可惜。呢弯它一定回血就铁壁啦。咁佢就一定咬唔入啦，佢得招咁嘅地震。OK， 边啊？欺仲用欺空，跟住由我边先啦。地震，佢会食药咧？唔会。哦，大爆炸，电击魔照用啦呢度，因为佢系物理攻击嘅，所以我用呢一只嘅坚果都 OK。哇，佢有格技。咁呢一度用火爆喉，火爆喉啦，之后先地震，得。梅卡羊马用火打啦，因为降系降虫定降飞啊呢只嘢系。好，加速特性，空气切割。好，最后一只高斗猫，火爆喉啦，近身拳击。搞掂吓，讲笑咋嘛？大镬啦，又要俾嗰个家伙嘲笑啦。如果不过羽毛咧早就拎走咗啊，吓你应该死心啦。不过就算系咁啊，我都唔会轻易放过你，同我记住啊。好，嚟到新一阵啦，沙嘟阵。好，沙漠中的绿洲小镇。哎呀，火焰珠啊，赤热岩石、焰之石。除了火焰珠有用之外，冇咩用。但系对我嚟讲都冇咩用啊，因为冇机会会用到。呢度又有个嘢喎，
似乎可能是捉神兽之类啊。咁咧有个路人同我讲，其实咧买路嚟唔止一个水属性，我谂佢一定搞错咗啦。好，喺新版嚟讲，买路嚟系有妖精水属性嘅。好，哎呀，晚晚食啲咩好头痛啊！哎呀，我系咧从远方嚟嘅游客，点讲喺呢一度咧，似乎有个绿洲咁嘅感觉，都要影多啲相咧嚟纪念一下啦。啊，哥哥咧又去挑战呢个道馆啦，但系佢可以再赢，可以赢今次。哎，小光，路比。啊，唔好意思，我认错人啦。但你真系好生得好似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你讲嘅应该系特别篇嗰个啦。居然系咁啊！你系路比嘅共魂者啊！居然系有啲咁嘅事啊！真系咧难以置信啊！我冇桃鉴啊，所以咧冇办法同路比佢哋咧桃鉴拥有者一齐咧阻止呢个盖奇斯嘅阴谋啊！以前嘅我咧就一直体弱多病，路比同我咧一齐捉过我第一只嘅精灵啊！如果唔系佢咧，可能咧一生都会喺呢个养病中度过啦。我命运因为佢而改变啊！我同我嘅精灵一点点咁变强啊！我嘅疾病亦都系同千里先生喺天柱修行咗之后咧好转咗好多。我曾经持有过一段时间桃鉴啊，但系最后都俾翻真正嘅主人啊，一直努力啊，但系都系太弱小啦。好啦，成为桃鉴拥有，桃鉴拥有者应该好简单啫，要话博士俾，跟住你去收集资料咁啫，做跑腿。阿老比佢哋帮咗太多啊，而我乜都做唔到啊。你话因为唔系桃鉴拥有者，所以会喺度啊，所以先可以去救佢哋，真系啊。我差啲有自暴自弃啊，系啊，就算我唔系啊，亦都有可以做到嘅事，多谢晒，一齐努力，好，好，即系睇下支岩石系啦，呢一度岩石系火爆后着数啊，地面系人身拳击，好，地面系咁啊，用草打啦，地面系我都有胜算嘅，不过好似。佢系草同埋，诶唔系，地面系同埋毒啊，咁所以要斩啦。地面系，咁啊，即系话我只蟹仔，即系大巨钳蟹可以拎出嚟用。我招嘅潜水，同埋嘅就系边只咧？好啦，喺挑战阿鱼之前咧，先赢过阿鱼啊，叫做近身拳击。好，龙龙岩啱晒，龙龙岩地震啦呢度，就唔系会用格技都得嘅呢一度。好，猎人斩，好63呢啦，呢、這、一个就系阿鱼嘛 ，OK， 用叶用草打。哦，挑战者啊，我系沙都镇嘅道馆训练嘅阿鱼，接住佢属性系大地嘅力量啊，引育万物嘅大地，亦都蕴含住无穷嘅力量啊！感受到大地嘅呼吸。到底啊，你点样应对呢个大地嘅力量呢？哦、哇！捉住我精灵球，系绑住精灵球，又掉过嚟啊！谂住，哇，同路啊！斩佢！好，天蝎王哦，呢只嘢啊，系啊，佢会中毒嘅原因系因为佢中咗毒之后，好似攻击力。成一点零啲速度，所以系非常之危险，似乎系速度啦咁。啊，唔系毒鸟啊！好，如果系毒鸟就比较麻烦，佢会不断系咁回血嘅，系火技。钢鼠 ，OK， 钢鼠系怕火噶啦，秒杀。鲶鱼王呢只怕草嘅。咁蟹仔出嚟啦，草蟹仔，鞭死佢！去揸下抗草果，唔话知得啦。用咗抗草果就会变成两倍嘅嗰个伤害，因为佢原本系四倍噶嘛。如果我冇记错，但系你嘅精灵咧同感情咧比大地咧仲宽广。可以优秀嘅挑战者收下呢个56啊，压路嚟噶，可以减低对方嘅速度。56。自己加过应该，因为绿宝石系冇56咁多嘅，我记得，啊得50啫嘛，睇下先。哦系啦，56，佢自己整噶啦呢个应该。好，今集时间去呢度先啦，得七滴未影，下集翻嚟继续，系咁先，拜拜。